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气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健康店呢已经一路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家里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气的治疗了。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跟大家介绍的疗剂 Badiaga 是 Fresh Water Sponge， 我认为这个淡水的海绵。这个淡水海绵呢 是苏联的河边里面的一种的海绵为名的，所以说 在苏联可以说都是几流行用 的疗剂来的。好啦，咁其中应用嘅地方呢就係包括啦头痛，咁呢种头痛呢係会有眼球后面，眼球后面呢係冤痛嘅，伴有呢个症状，尤其是2点下午2点到7点唔想喐，一喐就会差嘅呢种好严，或者係好严重嘅头痛喺个头顶，咁夜晚就好啲嘅咁食咗早餐之后呢就又会返嚟。咁呢种头痛呢加上眼发炎眼球痛伸展到去嗰个头部嘅。好啦，另用一个地方呢就係、处理嗰啲肌肉整体性嘅肌肉同埋组织嘅冤痛，好似俾人打过一身咁样。咁又唔喐得唔想喐啦，同埋呢任何嘅衣服嘅摩擦呢就是会痛，更加痛，咁同对冻呢寒冷是特别敏感嘅。咁同埋嗰个脚嘅前方嗰啲肌肉痛嗰、那个脚趾呢就好似弯咗落嚟，挛咗落嚟嘅，好似总之係伸唔直咁样啦。一路行路嗰时候呢隻脚趾就挛曲咗係落嚟嘅。左边的那个关骨同埋嗰个面珠灯嗰度呢就好捉摸就会痛嘅。咁同埋呢身体嘅胃肝肩胛骨嘅下部
尿道啊，同埋胸膛咧，都有一种尖锐嘅痛，吓、啊，就呢种嘅痛嘅感觉方面，好啦，亦都系嗰啲腺体啊，嗰啲嘅肿胀啦，因为海绵啦吓，咁、啊、所以对嗰啲甲状腺嘅肿胀咧，都有可以帮得到嘅。咁仲有嘅情况就系嗰、那个风湿啊，长期嘅风湿啊，尤其是冻风令到佢更加差吓，咁、啊、或者咧。啊，仲有地方咧，要用嘅地方咧就系、是、嗰个乳癌啦，吓、啊、乳癌。咁乳癌嘅疗剂都几多噶。咁呢个原来呢个 Badiager 咧，啊嗰、那个亦都系爱嚟帮助乳癌嘅。好啦，仲有一个应用就系嗰个咳吓，呢种咳咧系导致嗰个打喷嚏啦吓、啊、一次啦，同埋咧大量嘅鼻炎啊，同埋口水咧。就好似由嗰个鼻哥咁样就咁跳出嚟咁吐出一督口水咁，咳嗰阵时候咧，成个口水咧就飞出嚟，由口里面咧系飞出嚟嘅。咁呢种嘅咳咧，通常咧都系因为喉咙嗰度咧有啲痕啦，好似有粒糖喺度咧，系溜溜下喺度溶紧咁样样嘅。咁胸啊、颈啊、背咧，即系一种咁样嘅啊，嗰、那个尖锐嘅针锐嘅挑嗰种痛嘅。好啦，嘅心脏方面咧就出现系好强烈嘅心跳啦。啊，如果你系瞓喺右边咧，就更加差啦。咁呢种心跳咧，可能因为有啲好开心嘅情绪引致嘅。好啦，另外一个应用咧就系嗰、那个水肿啊。咁曾经咧系治疗过嗰只脚嗰啲硬嘅水肿吓，水肿都好犀利嘅。同埋右腳跟嗰種有一種刺痛，右腳跟尾啊，少少壓力都唔得嘅。嗱、啊，呢啲就係我哋嘅臨床上應用嘅地方啦，即係包括肌肉痛啦、皮膚痛啦嚇，唔嗨得啦，啊嗰、那個乳啊嗰、那個乳癌嘅症狀啦，啊眼咧就有嗰個左嘅眼簾啦，係一種跳啦，係左眼嘅簾啊，上眼簾咧係有一種跳動啦。咁啊，头痛得嚟咧就有眼痛吓，同埋咧头皮嘅问题吓，头痛咧加埋咧有严重嘅头皮嘅问题嘅啊。咁肺嗰方面咧就系、是、花粉热啦，加埋咧哮喘嗰种嘅呼吸吓。咁、啊、咳嗰阵时候咧，记住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咧，佢咳咧就直情你见到啲痰咧就由口嗰度咧就飞出嚟咁样。咁皮肤嗰度咧就亦都会有嗰、那个。嗰、那個雀斑嚇呢種咁嘅問題，咁皮膚就好即係好怕觸摸啦嚇，好敏感啦嚇。好啦，咁呢個就係嗰個淡水海綿嘅臨床應用嘅地方。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覺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咧？係唔係就係你嘅靈丹妙藥啊？需要嘅話。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